上铁路的路径。小狗儿，你认识我吗？还要抱，不怕人了？我是头回看到你啊，你还要爬上来啊？运价一体机，它走得很慢啊，前后都有人护送。它又称流动式架桥机。它把运粮车和架桥机合为一体，所以它的自重很重。一体机的自重就有720吨，和箱梁差不多，箱梁重一些，箱梁将近800吨。车长很长啊，师傅们从质量厂一路走过来，车辆非常庞大。车速就是人行走的速度，每小时能够走4-5公里吧。从质量厂到这里估计也要2-3个小时。好长啊，师傅在里面操作，驾驶室上面还有空调。这是他的前只腿，箱梁是第二周运过来的。一体机的后面也有驾驶室，发动机、卷扬机也在后面。这个发动机有点大啊，估计油耗也很高。重了，一直抱着我。今年旺不旺？一直抱我，他一直抱我。前面是他的主人，快走到位了，又上大桥了。前面就是架梁的位置，运粮室，挺好看的，好多人过来看啊。前面也有人，师傅把门锁上了，减速了，准备停车。过不来了，一条沟，前面是一条沟，哎，还是跳过来了，准备架梁了。车轮，还要走一点，前只腿放下来了，是旋转下来的，只腿撑上了，现场挺热闹的，架一孔梁，一般是2个小时左右。加上灌浆养护的时间，
一孔粮3到4个小时，目前一天可以榨两孔。今天榨粮的过程拍不完，就看一体机移动出来，然后这个视频就结束。正在用葫芦挖千斤顶，一体机开始升起来了，轮胎开始悬空了，可以自由的转动，一体机开始往前移动了。出来这么多了，车轮掉在半空中，挺震撼的，还在慢慢的出来。天快黑了，不大看得清楚，伸出来的挺长的，好像没有走了，停下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结束了。